是吼，咱看你的天气算讲袂歹啦，通做一寡安排吼，参加活动吼。咱先看预测这个温度吼，咱预测这个温度吼，目前看着差不多伫咱南海啊，甲台湾附近吼，温拢较高啦。所以咱今日大部分所在拢是侪云，甲好天的这个天气。但是咱明仔载着要落雨吼，是安那嘞？咱来看后壁即张吼，气流甲雨水的图吼。啊，咱水吼差不多今日半暝开始吼，水气就开始刷入来台湾，所以咱吼，云林以南吼，甲花莲、台东吼，今日半暝啊开始就开始有落雨啊。啊，明仔载早起吼，咱差不多全台湾拢会落雨。啊，这雨吼差不多甲拜五大部分就停落来。啊，咱礼拜吼，礼拜进前算讲吼，主要冷空气吼拢伫中国的北边吼，甲日本、甲韩国。啊，咱的台湾遮吼，温度会慢慢啊吼小回升者。啊，礼拜即天吼，冷空气阁往南边影响吼，影响咱台湾吼，一直到后礼拜一。啊，咱注意着讲吼，伫后礼拜三可能另外阁一波冷空气的影响，啊，即波冷空气吼看起来可能较强一撮。另外就是讲吼，咱后礼拜五同款卖受到东北季风的这个影响。落雨的情形，咱为今日甲明仔载这个落雨的这个资料来看吼。咱差不多今日半暝开始吼，水气煞入来吼，所以咱云林以南甲花莲、台东就当作是有局部的短暂雨。咱明仔载吼，算讲咱全台湾吼，规工吼拢伫落雨啦。吼，这个雨一直爱甲拜五吼，甲会了了吼，甲停落来。啊，咱未来五天的雨水呢，咱为这张图来看吼，咱拜五吼，咱北海岸甲嘉南以及东北角甲宜兰遮吼，花莲遮同款阁有局部的这个短暂雨啦。啊，拜六礼拜吼，啊，变做咱宜兰花莲遮吼，同款喷淡薄仔湿仔雨。后礼拜一、后礼拜二，算讲天气上稳定吼，较袂落雨。咱温度的变化吼，咱为这个北部的这个资料来做说明啦吼。咱明仔甲拜六温度慢慢仔会回升吼，差不多17度甲26度左右。但是呢，礼拜甲后礼拜二咯，咱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温度会降低吼，新竹以北甲宜兰遮吼。较会感受到这波冷空气的影响，咱北部都市这边温度差不多14度甲20度，但是咱若讲较空僻的所在吼，伊差不多12度甲18度左右啦。所以咱今日主要天气的这个提醒哦，咱今日暗时吼开始咧，水气煞入来，所以咱明仔吼全台湾拢有雨，所以会记得出门爱扎雨伞。咱这个31号甲1月7日吼，咱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啦。咱若好朋友要参加讲咱即个跨年的即个天气吼，咱台北101遮吼算讲天气较济分，其他的所在吼天气算讲拢袂歹。若是讲好朋友要看即个元旦，咱讲看即个曙光吼，即摆看起来宜兰、花莲、台东吼、甲恒春即边吼较济分啦。另外就是讲吼，咱即个明年1月7、3吼冷气团的影响，1月7、5吼佫有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所以这是咱。今仔日咧，甲你讲气象，即马甲时间交予咱的主播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